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关注天元围棋。您现在收看的是天元围棋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长形讲座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棋形。星位挂角，那么以后呢黑棋这个压退啊，这个是很普通的定式。那么白棋长，黑棋挡住，白棋拆，黑棋呢以后呢这里防止这个白棋在这里冲断，那么呢是需要在这里补一手。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说在这个对局中啊，实战中呢经常能够遇见啊，特别是有时候在这个让子棋中啊出现的概率更高啊。相同于类似的形状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在小目的定式中呢也有可能出现啊，就是一个小目，那么白棋挂啊，黑棋压退啊，这个也是有的。这个是和刚才我们摆的这个棋形呢相似啊，它的一些以后的手段呢也可以通用的啊。这个呢也和刚才我们摆的新定式的棋形呢相似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基本形状啊，回到这个基本形状。那么这个定式走完以后啊，那么黑棋以后呢，肯定的就是大场呢，肯定是要逼住啊，要拦住，不管这边有没有子啊，这假设说有个子，它肯定呢是要拦住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常见的形状啊，以后啊白棋被黑棋拦住以后，白棋需不需要防守，需不需要补，而作为黑棋来说有些什么进攻的手段，就是本期呢我们主要研究的这个课题。被黑棋拦住以后啊，如果你害怕啊，害怕的话呢，那么作为白棋说你补一手，那么呢这个呢就显得是稍微有些不肯啊，有些不满。因为呢这个白棋在局部来说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补的手段啊，如果普通的跳啊，那么这个间隔白棋来说呢相对呢比较这个狭窄，比较狭窄，而被黑棋这个拦住以后呢，这个先手便宜啊，等于说它这个先手便宜还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所以呢白棋呢跳补一手呢有一些缓，不太肯。当然呢如果你在这里并一个啊，甚至于来说虎一个，虽然都很结实啊，但是效率呢太低。白棋呢我们可以说呢在一般情况下黑棋如果拦住白棋呢补是不太肯，不是不太肯。那么既然补不太肯啊，那么黑棋接下来有些什么手段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白棋如何应对啊，这个都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研究个比较透彻一点。白棋既然不走啊，作为黑棋来说呢总是呢想拿出一些这个方法来啊，拿出一个方法来，因为毕竟来说在这个周围黑棋的子力是比较多了。那么黑棋有些什么这个方法呢？首先啊这个断虽然有，但是呢这个就是在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考虑的啊，不能考虑这个下法呢不好。白棋不管从哪边打，即使白棋从三路打啊，他打了，那么呢
也可以呢轻而易举的就把黑棋这两个子呢给吃掉了。那么黑棋呢虽然外面啊有些这个打吃啊或者说是飞啊脚上有力先手的一些借用，但是呢当初的这个逼住的这个子可以说呢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让白棋呢轻松的呢就在里面呢做活了，这个黑棋呢不太可能。当然白棋不想给黑棋在外面啊有种种打吃这个借用呢，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底下打，也可以从底下打，黑棋长白棋就怕。虽然黑棋啊接下来能吃掉这个子，但白棋呢就算硬一个，就老老实实的顶住。那么这个底下呢就是说呢白棋啊已经是进活了，而黑棋啊走了半天啊就吃了这一个子，所得呢非常的小啊，所得非常小，以后呢还有被白棋啊这个翻打啊甚至于跳的种种的这个借用。那么黑棋这个断啊我们首先把它这个排除掉啊排除掉。那么黑的第二种这个下法呢就是加啊，想必大家有些棋友可能也是在这个对局中啊或者是在高手的实战中呢会见到啊，确实呢这个加啊也是呢是一部就是比较严厉的这个手段，但是呢就目前的棋形来说呢白棋呢还是能够呢应对过去，还是能够应对过去。那么白棋呢就这个老老实实虎一个啊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么黑棋如果打吃白棋呢就接上，白棋就接上。那么黑棋经过这两个交换啊与白棋交换呢，黑棋在上面啊当然可以说呢是获得了这个比较大的利益啊，获得了比较大的利益，能够呢对上面有不小的帮助。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呢也呢也很安定啊，通过这几个交换以后呢白棋下面啊这个活得是非常的这个清楚，而且呢还有一定的这个目数，可以说呢白棋呢它也是能够完全能够接受的啊。如果以后你黑棋长那么呢我白棋就往外贴啊，这个白棋不用担心啊，搬的话呢白棋跟着搬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呢这样的结果啊，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呢黑棋啊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呢作为黑棋来说呢可能呢还不是特别的满足啊，不能说是特别满足。当然如果根据这个全局的需要或者说就是说外面有大模样的时候，黑棋呢这个在这个局部便宜两下啊经营这边的这个模样，有时候呢就是说呢也是呢可以考虑的下法啊，可以考虑的下法。那么过程中白棋虎的时候啊黑棋也可以先尝一下啊，也可以先尝一下。白棋如果冲那么黑棋就冲下来啊，这个白棋不好，这个白棋不好，这个子被冲了以后就丧失了活力，同时呢主要是这块棋啊没有活。那么白棋呢势必要粘上，黑棋再打吃，黑棋再打吃。虽然呢经过这两个次序交换呢这两个手走到了，但是这个打吃呢它就不一定能走到了。如果你还是啊白棋还是老老实实接上的话，那么黑棋飞，这样黑棋呢完整的比较完整的把这个白棋封锁在里面啊，这个白棋呢有些吃亏，也就是等于说呢刚才打吃完了以后啊，黑棋长的时候，你白棋我们本来是应该贴出去的啊，应该是贴出去的。那么现在变成呢，你就粘在这里，这个是命，这个呢吃亏比较大。但是黑棋你先长完以后啊，再打吃这个的时候呢，那么白棋它就可以不粘这个，白棋应该是拐出来。你提一个，那么我就硬住，这样的黑棋呢依然呢是封不住白棋的头的。白棋呢就靠出去啊，这个呢结果可以说啊和刚才这个结果呢就是说黑棋啊还不如这样好啊，还不如这样好，就是说黑棋先尝一下的结果
被白棋拐出去以后啊，还不如呢刚才那个直接打吃的结果好一些，结果好一些。好，那么从这个变化来看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黑棋加的时候呢，是根据这个形势的需要啊，形势的需要。如果在这边啊有比较大的这个模样，或者是需要取外势发展的时候呢，才能考虑的这个下法。因为本身就这个局部而言啊，对白棋的这个冲击力还是不够的啊，还是不够的。这个呢，作为局部而言，黑棋是不能够满足。那么我们再稍微多讲一句呢，就是说呢，当你这个加的时候，白棋冲是不行的啊，是不行的，因为黑棋呢可以立下来，这个白棋呢不好，或者说呢黑棋甚至于还可以啊尖一个，这里要断啊，这里要这个冲有些过分。那么黑棋还有些什么招法呢？黑棋还有一种呢，就是点在这，点这个这个下法呢，可以说呢也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对这个棋形来说呢不是太好。那么白棋如果挡住啊，黑棋顶啊，白棋呢这时候啊挡住当然也可以啊，就还原成我们刚才的那个形状啊，你打吃那么我再拐出来，当然白棋啊直接现在接在这个也可以啊，你这个拐一个呢，白棋呢他就拐一个啊，这个结果呢也是呢可以说呢是这个黑棋啊不能满意，对白棋的这个冲击力呢不够啊，不够。那么我们看了以上的一些这个变化啊，以上的变化就是说呢黑棋前面几种的这个下法啊，下法可以说呢对这个白棋的冲击力还是不够的啊，是不够的。那么作为这个黑棋来说，对于白棋这个棋形啊，最厉害的招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点，这个是对这个形状来说啊，黑棋这个点是对白棋啊这个棋形啊最严厉的一个下法啊，一个下法。以下的变化呢也比较多啊，我们逐一来看一看。首先看看白棋这个压啊，白棋眼见的两种下法，就是一种是压住啊，一种是压住，还有一种呢是接上啊，这是眼见的两种下法。那么先看看这个压，那么你压的时候呢，黑棋呢肯定是要顶啊，不能直接断，直接断被顶这个差一气啊，这个差一气，那么黑棋肯定要先顶，这时候呢白棋呢也只能挡住啊，白棋不能松气啊，这一退是这个不行，不一退的话黑棋就算最简单的冲断啊，这个白棋就已经死掉了啊，这个你要粘上黑棋这一弯，这个就已经死掉了，但黑棋断在这也可以，这个退是不行的。那么顶的时候白棋呢只能挡住，只能挡住啊，黑棋搬，黑棋搬，白棋啊再粘上，黑棋呢吃掉这一子，吃掉这一子。那么呢，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啊，黑棋点完了以后，那么呢，白棋只能从上面压。如果从上面压的话呢，其结果呢就是呢，白棋的实地啊被黑棋掏走了啊，掏走了。同时黑棋还吃掉白棋一个子，这里呢。黑棋还围了不少实地啊，在实地上黑棋呢已经呢有不小的那个收获，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啊，最重要的就是白棋整块棋啊还是一块没有根没有根的孤棋，这个结果可以说呢是白棋是绝对是不能接受的啊，白棋是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结果肯定是白棋大亏。我们呢这个需要这个在对局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图
给放弃啊，什么时候吓成这样，肯定是大亏的。那么过程中啊，搬白棋呢，也能接一下啊，接一下。黑棋呢，虽然啊，现在这个能断吃白棋两子，但是呢，这个还不能说是最好的下法。那么白棋搬，以后呢，粘上，由于这个一搬要杀黑棋，黑棋还得补一手，啊，黑棋还得补一手。那么呢，白棋再胡，这样的结果呢，虽然黑棋啊目数，获利很大啊，但白棋呢也走后了啊。当然，这个结果总的结果肯定还是黑棋便宜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呢，便宜没有刚才那么大啊，便宜没有刚才那么大。那么其实啊，白棋这个接上的时候啊，白棋这个接上的时候，黑棋那么简单的退一个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白棋还得接上，那么黑棋再跳起来。这个图与刚才啊没接这一下被黑棋吃掉这一子来说呢，其实结果是大同小异啊，目数上连回来了一个子便宜点，但是呢黑棋也跳起来了，对这边呢效率呢也高得多，白棋依然啊是没有跟的棋，所以呢这个结果还是呢白棋大亏啊，白棋大亏。那么我们啊通过这个就确认了一点啊，先确认了一点，就是说当黑棋点的时候，白棋上面压这个招法是不行的啊，是不行。那么不压接上是什么变化啊？这个接上，接上以后呢，这个黑棋当然要想这个地方要动出来了啊，这个子要动出来啊，最好呢能把这个给它分断，把白棋分断。那么最直接的招法呢，就是这个贴啊，就是这个贴。这个贴呢，贴着白棋走，这个手法还是呢相对来说呢有一点俗啊，有一点俗，不是特别的好。那么白棋呢搬，但是这个搬还是挺厉害的。这时候黑棋呢它不能断啊，这个如果断能成立的话，当然这个就不谈了，因为你断的时候呢，白棋呢它不是底下搬过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底下搬过，它是直接从这个上面帮助这个黑棋，这个黑棋是两个子啊，已经可以说是无法逃生啊，无法逃生。如果你立，那白棋就挡住啊，白棋就挡住。虽然你有这个打，但是这个地方是拖不过的啊，你随时一拖，白棋一挖就行了，这个是跑不掉的。那么你从上面跑啊，你仔细看看，从这个上面打吃。那么，搬这个也是没有用的啊，这个也是没有用。白棋呢，就帮助就可以啊，白棋就帮助就可以。当然了，这个地方如果追求守金的话呢，也有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黄莺扑蝶的妙手。其实呢，这个直接帮助也行，反正你黑棋粘上了白棋，我就景气啊，这个藏不住气来。你搬这个他就挡住啊，这个已经是藏不出气来，没有用，不管你接哪边他就搬哪边，这个呢等于就已经死掉了。所以说呢，黑棋这个地方它不能断，那么白棋搬的时候不能断啊，不能断就很委屈了啊，你不能靠被人家这个随时这个底下他一搬啊就搬过去了，这两个这边就全联络了，那么你只能弯啊，弯这个，然后白棋再接上。由此两个交换以后呢，这个黑棋的这个棋形啊就比较差啊，就比较差，明显呢是个鱼形。接下来黑棋补啊，虽然说从这里出来啊吃掉了这一个子，但是呢这个子吃的味道很不好啊，很不好。白棋呢可以获得先手啊，就是说跑出去也可以
以后呢，在这个局部啊，白棋可以搬，搬了虎啊，搬了猴都可以，反正只要是这个子啊，没有打吃的话呢，那么走完以后呢，随时呢就有这一家，随时就有这一家。这个棋呢，就是黑棋吃这个子啊，吃得很不舒服。当然呢，他虎在这也行，以后留着这个家。总之来说呢，白棋在这里啊，做眼呢就有会有很大的这个余地。那么这个棋呢，就是说呢，说起来呢，黑棋呢还是呢不太这个满意啊，黑棋这个不太满意，这个贴不好。那么黑棋这个地方呢，有力的手段呢是顶住啊，这个是顶住，这是好棋。白棋啊，如果你逃跑，那么我吃掉啊，这个比刚才吃掉的这个舒服多了，那肯定是很舒服多了，这个差别大家一目了然。那么白棋如果跑，黑棋先从二路搬啊，这个是好的下法，白棋没有办法，只能是搬下来，然后呢黑棋再跳。这一走以后呢，几乎可以说白棋要处于一种这个崩溃的状态啊，一种叫崩溃的状态，因为这边四个子和这边三个子啊，这都很重啊，都很重。你现在不能冲断啊，一冲断被打死了，这个很明显，这个一冲断就被这一吃就吃掉了，不能冲断，那么只能从这边冲啊，只能先从这边冲。那么冲的时候呢，黑棋呢就简单的拴一个，拴一个。白棋再藏出来的话，这一块棋啊依然是这个无根的野草。那么呢，接下来呢，黑棋再一跳啊，这三个子可以说呢已经是很危险了。这个棋白棋被黑棋分成两段，这个也不行。那么有了黑棋这个严厉的这一顶以后啊，白棋没有好的这个应对方法，那么这个接呢，可以说呢也是有问题啊，也是有问题。那么眼见的这个一压啊，黑棋点是一压一接都有问题，那么白棋应该走哪呢？啊，下面呢我们就来会看到这个棋形的啊双方的这个正确下法。黑棋点在局部呢是严厉的下法，那么白棋呢对此呢也呢有好的这个防御手段，那就是拖啊，二路拖，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防御手段。黑棋如果断，当然不能考虑啊，这个爬回来就变成了黑棋断这个的熟手。黑棋直接贴这个啊，那白棋呢我就退啊，就连回来就行了。反正你要断吃呢，我就挡住就是。这个黑棋呢依然守得很少。那么作为黑棋来说，肯定呢是要这个搬啊，是要搬。要搬下来啊，搬下来。那么呢白棋也只有断，也只有断。不能退让，你接上等于他接上的话，那就变成这样了，这两个还是大熟手。那么白棋呢也只能断啊，然后黑棋吃。这个呢可以说是双方啊进入一个必然的变化。这时候大家注意啊，一定你不能说就一打吃。这个打吃白棋呢，就那黑棋就高高兴兴的接上，这里面两个子呢就已经死掉了，就已经死掉了。这个结果来说白棋不能接受啊，这个死的比较干净啊，自己外围啊这个还有个断点，如果黑棋真子有力的话，没有断点的话呢，它还可以加一下啊，这个它就景气啊，就可以把这个白棋吃掉了。这个结果呢，白棋呢不能轻易的啊让人家把这两个子吃掉。那么白棋最强的下法就是打在这啊，这个招法可能让大家会有一些这个吃惊啊，这不是这个子已经死了还送人家这个出头啊，这个送人家出头啊，这个也是很奇怪的招法。但是呢这个招法其实是呢是很好的一个下法。我们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次序啊，我们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当你拖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是这边搬，
黑棋从这边搬啊，这个变化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白棋一样要粘，黑棋打吃的时候啊，作为你白棋来说，注意，你也不能这么打啊，这么打这黑棋轻松的粘了，你压它就拐回去，啊，你压它就拐回去，这个不行。那白棋呢，依然呢还是要这么打啊，依然要卡打，啊，要送黑棋出去。这个黑棋如果提，那白棋就叫吃啊，这个爬回去差多了，这个再爬回去的话，因为以后有个提，这个获宝就差多了，和这样的形状差非常多。那么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势必呢要藏出去啊。那么接下来啊，是这个我们这个棋形大家最需要注意的这个下法啊。接下来呢，白棋立啊，先做衬托，黑棋。这个只能吃啊，那没有办法。那么白棋再叫吃啊，再叫吃，黑棋拐。这时候呢，白棋把这个黑棋罩住啊，罩住。这一串的下法呢，希望啊大家这个牢记啊，大家这个牢记。这个是白棋应对这个黑棋打入以后这个最佳的这个下法啊，这是最佳的下法。接下来黑棋如果提啊，这个有点迷惑性，那么呢你也不要急于去收棋，依然往里送，往里扑啊，让黑棋做个大头鬼啊，让黑棋做个大头鬼。接下来呢黑棋呢如果从这边过来啊，从这边过来，那么白棋这个就补一手就是啊，就补一手就是就补住啊。这个形状来说啊，虽然黑棋啊也这个收了白棋的根，但是呢自身的这个形状大家一看也很明显啊，非常的差啊。而白棋通过这个弃子整形以后呢，外面这个结构也非常的结实啊，结实，这个黑棋呢不太好啊。那么我们看看啊，白棋扑进来的时候呢作为黑棋来说，冲肯定是冲不动的啊，这个不管你从这里冲还是从哪冲，你从这里冲啊，这个不行，这个没有用。接上以后呢，它就接上，这个反而呢损失比较大。从这边冲也是没有用的啊，从这边冲反正被人家滚打完了回去以后呢，人家一连你总是要从底下过去，这个结果总是不好。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当然呢也是可以下的啊，也是可以下的。那么黑棋走在哪呢？黑棋的下法呢就是断着，黑棋下法就断着。然后呢白棋叫吃，黑棋呢提掉啊，白棋呢再叫吃，黑棋就粘上。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呢虽然白棋啊很痛快的很舒服的把黑棋做成了一个衬托啊，外面呢也都走着了，不过呢作为黑棋来讲，毕竟啊这个也吃到了这四个子啊，也吃到了这四个子，就是说呢在实地上还是呢有很大的这个很大